现在孟玉克老师在网上一上去就是同期在线几十万人，好了，所以倒过来是什么呢？说到底就是在这样的一种模式下，当你靠着这样的能力巨大的员工来构建你的商业模式和发展的时候，你是在为员工打。那这一次东方甄选为什么出事儿？就是管理团队的思维没有扭转，是以传统思维来管这些优秀的有顾问。那靠着友情你总能维持一段时间，可是你不能老维持啊，是吧？变成了传统管理模式不适应下的必然要引起的震荡和变革。